姐姐，给我来一块冰镇西瓜。哼，最后一块被我吃了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姐姐，你帮我想想办法呗。那这样吧，姐姐帮你做个西瓜糖吧。池塘边，芙蓉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边，地球前上，只有那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。给。哇。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。好甜呀！谢谢姐姐，我走了。